登记了，在纽约登记的。哦，有没有边做人做人做人？怎样不怎样做人？你说在厨房吗？我们很会做人，就是这样。在美国登记的，是不是你们当公布登记了？美国了，美国。恭喜。恭喜胡宇威、陈婷妮登记结婚，孙可芳拼场情谱结婚进度。每个加油！你总算站起来了。我从来没有站不起来过。有了，快了，快了！哎呀，哎呀，你怎么一直不举啊？我把西西弄站起来了，有点喷来喷去。喂，不要再乱开车啦！最新实境秀，我们这一摊即将开播啦！夏荷西、王彩花、胡宇威，全台夜市跑透透。这次还找来重量级小帮手奶哥一起助阵活动。我们这一摊正式开摊，加油！臭豆腐。No， 我拜托你闻一下就好。啊，大家看到胡宇威最关心的，莫过于是他和陈婷妮的结婚喜讯啦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是夫妻了。师弟，真爱夫妻默默交往八年，早在七月就在美国悄悄完成结婚登记。有登记了，在纽约登记了。我们整个录完了之后就去纽约，那就去纽约。七月。哦，基本上是因为就是给你们就是一直在说什么没有找不到场地，真的是找不到场地，然后至少台湾找不到场地。他想要户外的，有没有边做人做人做人？怎样不怎样做人？你是在厨房吗？我们很会做人，就是这样。你们有多少亲戚参加？其实也不多，大概四五个而已。不急不急。你们都比我急，你们都比我们急，老实说。同样准备要结婚的还有和刘冠廷爱情长跑十五年的孙可芳，听闻好友胡宇威的喜讯，在美国登记的，是不是宇威当公布登记了？美国了，美国。恭喜，不是要恭喜，我们已经选好时间了，真的？对对对，地点还不知道哎，地点给他们时间。先让我们保密一下，中之前吗？中什么时候？十月。